普中心货品齐全，各大牌子多款车种型号应有尽有。由即日开始，凡为故更换石桥 Techno 轮胎，司机会调可获回赠20元石油气卷，多换多送。的士业界近四分一世纪的创纪车行，处事公正，车队管理优良，凡事责任行先，尽心培训新手司机。如果你都想加入的士业界，创纪车行是你不二之选，我林九诚意推介。创纪大家庭随时欢迎你。Yo， 7月7号的去霸踢到冰田 Part 2， 继续是林九。陈冠希。阿 Sam 啊。是啦，咁大家睇到啦，一条路啦，我哋拗緊嘅嗰啲边度嚟嘅。咁啊，其实呢，我不嬲，我个标题都系大涌桥路翻版啫，唔系话大涌桥路又嚟啊。咁啊，陈冠希，你觉得嗰度似边度啊？我望落去似屯门嘅。似屯门 ，OK 得。见到佢有啲索性，好似啲轻铁嗰啲索性位咁样。哦，咁样。咁啊 ，Sam 哥咧？我唔敢肯定，都係唔係大中橋路，唔係話大中橋路嗰邊咯。即係你話呢啲咁嘅交通意外咧，可以攞嚟一個好似上一次大中橋路咁嘅嚇。因為首先咧，嗱佢係架小路寶嚟㗎啦，拍嗰個一定係係嘛。咁啊睇到呢單嘢咧，就係咧嗱正前邊嘅鏡，前面嗰咧係應該係冇衝燈嘅，即係白色嗰架七人車係嘛。咁啊又係攔腰咁再撞埋嚟，又係咁樣吸手四啊嚇。咁啊就邊段邊個地方唔係重點，又係就係呢啲十字路口啊，係嘛？喂，亦都留意一下喎，即係其實咧，大家兩個車速又唔係好快嘅喎。即係當時俾嗰陣時六 van 嗰陣時，你話六 van 嗰陣時，哇噓聲，衝燈未，或者係追燈啦，咁先砰一聲先係反啫。因為但係而家佢啱啱起步啦，我哋頭先所見嗰個片段，個白車係起步係慢慢，我頂多係三四十公里啦。但個黑色車衝燈嘅又唔係好快喎。係啊，其實又係。嗱，大家觀眾可以即係不停喺度睇翻，咁就係咁樣撞啫，個位置就話白色車就係反咗路，係啦，係嘛咁啊。咁啊，講翻大涌橋路嗰單嘢咧，其實咧幾個巧合嚟啦，大家都知道啦，係嘛嘅綠頂嘅司機啦，雖然好不幸啦，但我哋都要正視呢個問題嘅。佢當時衝燈尾嘅速度係唔慢，雖然即係死者已矣啦，但我哋都要正視呢件事出嚟。咁另外啦，第一個就走得甩，但係咧最後咧都要翻翻嚟。阿Sir話翻翻嚟都要告，唔係佢自己自首啦，自首都要嚇危險駕駛嚇。咁啊第。咁啊，事主嗰個更加添啦，係嘛？人哋行，你又行，啱唔啱啊？咁啊，近期咧，我行翻大涌橋路咧，阿陳冠希有冇發覺有啲咩唔同啊？行大涌橋路近期，我就係覺得我自己小心咗啫，啲燈都係冇咩分別。即係路望落，即係如果路面上有冇加咗啲嘢，令到你可以更加。暫時我見到未加嘅，即係我琴日行過沙田嗰個街，你都唔知睇乜撚嘢㗎，真係一嗱我講啦，嗱其實咧我行大涌橋路影真一路好小心啊，沿路行嘅。嚇呢啲撚樣咧，你知唔知行咩啊？下下咧屌你老母行快路啊，唔行狹路啊，就你根本你冇撚行過。係，香港就算行馬路都衝上去啦，行拉皮，真係喎，拉皮撚曬嘢。嗱其實咧又我就發覺大涌橋路咧多咗好多啲。有關咩仔燈嗰度咧，譬如尤其是你要轉咗一直佢咧，喺轉彎個位咧，佢係多咗啲影子線嘅，同埋多咗啲棍喺度嘅，俾人分隔到睇到你條線咧係轉咗，冇得直去，因為咧已經有影子線同埋有棍喺度，你只可以你冇得直去，好明顯係俾佢，你呢條線係轉咗，嗰條線要直去。但係問題嚟啦，有冇幫助？我覺得係會你一種嘅提醒你個人會得，咦？知道依度係有啲嘢㗎啦，你會睇。但係去到話明啦，屌你老尾！不小心同埋危險駕駛，甚至乎魯莽駕駛咧，咁呢啲撚樣都係唔會睇嘅。咁但係實際上有冇幫助阿 Sam 哥你解釋下？我成日覺得咧，你以前咧80年代，你都90年代啦，當你考咗牌，你有冇去過屯門公路啊？嗰陣時屯門公路有啊！哇，炒車又話撞死人，又話成架車喺中間咧出九龍入屯門，咪成架爛車
即係擺喺哦東隧口都係嘅嗰陣時，你記唔記得先？記得東隧口都哇難到接曬，好似人哋啲積木車 L 車啊嘛 ，L 車擺到嘛。初頭擺上去咧，話又話死幾多人？呢架車點樣點樣傷重傷？你經過係驚少少嘅，但係習慣咗條路咧，又係死踩爛踩嘅，啱唔啱啊？即係你話呢度咧。你頭先所講話，頭先所加設嘅影子線啦，同埋啲棍仔咁樣啦，係有嘅。因為事關咧，發生事情唔係太耐啦，係咪？一去到咧，大家都初都個懷疑，就算你好唔留心啊，但係當你去到而家呢啲咁嘅所謂嗰啲咩仔燈啊，咩仔燈咧，我見到人真係咩仔燈都試過衝燈嘅。成日見啦，有啲醒目啫，跟住停啦，噴後啊，我錯咁樣。咁啊，講開嗰啲即係嗰陣時咧，可能你細個啊，東隧口都有價噶，出港島嗰度啊，係我知啊。咁啊，佢有埋啲數字嘅，舉高添啊。嚇，一年有幾多個即係交通意外啊？幾多人死亡嘅？但係跟即係唔知係咪俾人抨擊過咧？就搬走咗啦。同埋夜晚黑驚住，哇！屌，我有排應該未見過啦。我有牌之後已經冇㗎啦，係啦，好明顯係啦，但係啲後生仔嚇未必見過唔嘅。嗱咁講翻嗰度咧，我本人就會覺得咧，嗱，即使你咁樣瞓覺係真係會醒，即係會突然間嗰下會引起注意。但係問題就嚟啦，轉咗嘅冇得直去啫。但係而家唔係講緊話轉咗嘅你直去炒嘛，係你就算係直去嘅，你睇住個咩仔燈，你冇睇箭嘴轉咗，你都直去嘛。佢直去一路都可以直去㗎，其實冇任何障礙物㗎。即係不過當然啦，係提醒啦。盡量諗啲辦法，佢依個係臨時措施，咁啊長遠辦法係點咧？我哋有陣時吹水啦，會唔會真係屌你咪加路閘喺度？係嘛？或者升啲嗰啲升鐵鐵棍、鐵架仔嚟嗰啲，你行過爆係嘛？即係或者咁講啦，即係如果你即係可能咧即係冇乜點大幫助啦。以我哋揸車，即係我哋揸揾食車，知道係嗰啲燈啊，或者係點樣，你係唔留神就唔留神啦。但係佢唔。好過唔做，係咯，即係起碼你臨時咯，你做咗啲嘢先，你就算你噴我又好，話我都好，我做咗先。做咗嘢啦，係啦。如果唔得嘅，再改善。都幾快嘅，佢所有咧大部分嘅十字路咧，大中橋路、元路都有做呢啲嘢嘅，都算有啲效率嘅。我覺得今次係乜重視呢樣嘢。好多㗎啦。係啦，咁啊頭先講開咧嗰啲爛車咧，咁其實咧香港有駕駛課改進計劃咧，上面大陸都有嘅喎。大陸嗰啲咧，你試過上過未？你而家未上過？未上過，我聽聞咧，以前嗱早掌管廿年前咧，佢哋係點樣上咧？捉住你睇幻燈片，哇！屌你乜撞到啲車欄啊？點樣不特止？屌你老味真係，你都驚啊！係你真係好撚驚噶，你知唔知啊？係個人啊，撞到點樣啊？啲血啊，啲剩啊，佢攞俾你睇喎！你哋驚唔撚驚啊？屌你老味！跟住又講話，有幾多孤兒寡婦？呢單 case 咧，你令到個司機一個魯莽嘅司機，令到個家庭點樣破碎？乜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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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乜自己零食好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！我哋有得俾你食飯，肉絲、肉醬意粉，肉醬意粉，哇！佢供應埋俾你添啊，咪咯，係嘛？即係佢係不斷喺度睇啱㗎，大陸嗰啲係咁。佢哋咧呢個就好驚嚇嘅，點解會講？即係以前爭棍頭車嗰啲，佢哋都會捉你㗎嘛。咁啊，啲香港司機同我講翻嘅爭棍頭車，哇！屌你諗乜上過一次之後，哇！屌你諗乜嗰晚，哇！仲話去打邊爐玩勝啊！哇！咁樣樣係啊，嗰時就好啦。即係哇！屌你乜，幾乎啲腸爆曬出嚟啊！撞到成點啊！佢屌你乜，你知上面㗎啦啲嘢，屌你咪影就影啦，邊個理你啫？係咪咧？咁樣俾人睇喎，係連續睇幾個鐘喎，你個人會點樣啊？哇！呢招係得嘅，我覺得係得地。好似你睇完之後咧，我覺得你好似翻相睇過喎。你話如果譬如遇到打劫咧，你話你睇得多咪呢啲咪一上到的士啊，咁係咪咁樣啊？有機會係啊！咁好啦，即係其實兩個地方嘅文化唔同啦，可能嗰邊其實有時嗰咁佢嗰種驚嚇性程度，令到即係有啲司機唔敢再開個快車，真係會驚嘅。有個阻嚇性真係高咗好多。但係要幾耐時間？咁你上去玩嗰時俾人捉，有冇睇到咧？即係山花柳啊、山梅毒啊、山城點樣嗰啲，你有冇睇過？我未試過，未試過。喂，要俾佢睇下咧。即係你幸運未試過俾人捉過你嫖妓係嘛？我未試過去嗰啲嫖妓嘅。哦，夾鳩眼嚟得㗎啦，大家明㗎啦。咁啊，得閒俾啲片佢睇咧，我哋冇嘅。嗱，老叔，出嚟，出嚟，出嚟！我塊腿遮住啦。
扯住你，喂，唔關我事啊！即係我以為嗰啲公安啊，即係捉人哋嫖妓啲嫖客係咁樣樣，通常咁樣，通常人揸機噶嘛，啲公安衝入去，拎開又十二日，追追追，咁樣嗰啲咧，你有冇試過啊？未試過，多啲睇呢啲片係嘛？咁你又唔夠膽㗎？行政拘留十二日咧，十二日都要睇嗰啲片啊！係啊，哇！睇到你見到街市椰菜花，你都驚啊！阿 Sir 啊，有冇第二啲片喎？我又睇睇呢啲嘅，幾次係咁好啦，差唔多時間就嚟緊誒的總統信站啦。咁啊，當然啦。就今次就都幾熱啊，真係噶嚇！我外景咧，啱啱嗰日都真係幾熱噶。其實中真係中暑啊嘛，真係差唔多，我真係頂唔緊。真係咁好啦，慢慢欣賞。雖然咧，都可能有人喺度有啲意見嘅，唔緊要嘅，有意見我哋都係聽嘅嚇，我哋唔會鬧你嘅，即管留言嚇，講乜都得。咁好啦，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，星期五再見，拜拜。Bye bye。香港的士总会又有嘢益大家啦！今次联同香港国际专业体检协会，为各位司机同业推出专项体检计划，一次检测尽享超过80项身体检测服务。香港人压力指数高啊，系人都知，你有压力，我有压力，长期压力可以引致偏头痛、性无能、焦虑症等超过20种嘅病症。各位哥哥姐姐，平时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坐姿，生活习惯唔定时，绝对会带嚟各种各样嘅身体负担。守护自己等于守护家人。而家推出专项体检计划，原价6800嘅体验，竟减3500，的总再资助1000，只需要2300元，就可以得到超过80项嘅身体检测服务。检测中心遍布港九新界，检测过程快捷简单，你知点做啦？电话27520022，有病唔可怕，有病唔知最可怕。从业员，香港的士从业员总会，急着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香港回归祖国24周年举行的大型公益活动，感谢中联办轻工部的宋来部长，今天来现场打气。生日快乐，好，身体健康，搵多啲，生日快乐啊，搵多啲，身体健康。节日快乐，节日快乐，好，再见，好。好，好，今日希望的士从业员总会隆重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香港回归祖国首次生日所举办的第二公益活动，咁我送啲禮物俾香港嘅基層嘅的士司機啦，用佢哋表示節日嘅祝福，咁我主要就係做呢部分，因為疫情嘅關係，所以咧，因為的士司機咧就嗰啲生意啊、做業啊。所以咧就我哋的總咧都即係呢年
幾嚟都多啲喺度舉辦啲咁樣嘅。而家咧，即係之前有，而家慢慢因為嗰個防疫措施慢慢放開，咁我的士又慢慢好翻啲啦。咁我之前其實係覺得好緊要，的士司機係而家係香港最基層嘅司機，所以咧，好啊，好遠啊，好靚仔喎。大兴汽车美容中心专业洗车、镜面打蜡，全人手处理，价廉物美，王牌服务。美光日本 8H 镀膜，换底油，外壳打磨翻身。欢迎各类私家车、搵食车，令你靓仔上路，搵食轻松。地址：九龙牛头角定安街13号富安大厦地下。睇完呢個咁好睇嘅節目，係咪好想繼續無限 loop 呢？如果係嘅話，即刻 click 嚟呢度，又或者去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俾個 like 同埋 share， 同我哋一齊傾偈啦 ！Yo！